ジャッキー・チェン、自らの刑事人生に決着をつける。你有什么话就明说吧。我拿过的所有肩膀可以靠靠你，能吗？警察！放开！你是冲我来的，对吗？想报复我的人多着呢。繁华街で起きた老中事件。里面情况怎么样？除了我，还有十几个人质。你精心做了一个局。这小子还真下功夫。弄成铜墙铁壁了。不是，警察同志，你跟那武老板到底有什么仇啊？可见你不是个好父亲，也不是个好警察。シリーズ最高傑作。爸，我在这儿呢。我不希望今天有任何人伤亡。我等这天等很久。ポリスストーリー史上最も壮絶なクライマックス。我不是一个称职的爸爸。其实，爸爸为了你。ポリスストーリーレジェンド。劇場吹き替え版で俺と共演しよう。みんな応募してくれよな。